今星期我们将会继续分享曼德拉效应下圣经英皇音定本的改变。第一个例子是希年，我们知道旧约历法中每49年之后的第50年就是希年。例如利未记25章10至12节，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，这年必为你们的希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希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收你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希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根据以色列官方记录，2017年至2018年就是希年。当我们回顾过往希年的历史，会发现希年的确代表神的眷顾，是神让居民可以归回自己产业的日子。1917年的希年出现贝尔福宣言，代表以色列重燃立国的希望。1967年的希年则有六日战争，代表以色列重新夺回耶路撒冷。而今年以色列历法横跨2017年至2018年，亦是希年。然而希年的英文是什么呢？很多人都会记得是 Jubilee， J-U-B-I-L-E-E。但是当我们翻开英皇钦定本，多次出现希年的利未记25章，会发现 Jubilee 的串法竟与我们所有人的记忆不同。我们一起看看英皇钦定本利未记25章，原本是 J-U-B-I-L-E-E 的地方通通变成了 J-U-B-I-L-E， 但是大家曾否见过少一个 E 的 Jubile 呢？甚至乎当你查考牛津字典、剑桥字典以及其他网上字典的时候，都没有收录少一个 E 的 Jubile， 奇怪吗？既然英皇钦定本是英国文学上的瑰宝，大家曾否想象过圣经所用的字英文字典竟然没有收录过，奇怪吗？再者这里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当这个英文字出现曼德拉效应之后，我们就无法以旧读音读出来。例如我们一定会记得希年的英文读音是 Jubilee， 甚至网上拼音程式都是这个读音Jubilee。 但是当曼德拉效应出现之后，希年的英文读音已经变成 Jubile 而不是 Jubilee。 我们再听听拼音程式的读法， Jubile 两个字的读音存在明显分别，大家又是否记得希年的英文读音是 Jubile？ 这样将来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任何人将希年读作 Jubilee， 所有人都会说他读错了，应该读作 Jubile，所以 Jubilee 必定是拼错音了。因此单凭读音的转变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英文字出现了曼德拉效应。此外这里还有另一个有趣发现，在刚才的拼音程式当中， Jubilee 的中文解释居然变成了欢乐。唯有 Jubile 的中文解释才是希年，也就是希年的英文由历史开始至今从来都不是 Jubilee。再者曼德拉效应下整本英皇钦定本都没有我们以前所认知的 Jubilee， 所有经文通通变成少了一个 E 的 Jubile， 奇怪吗？反而 NIV 译本中我们可以见到利未记的25章仍然是多一个 E 的 Jubilee。 并且刚才提及以色列官方网站使用的希年仍然是 Jubilee 而不是 Jubile， 大家能否想象以色列官方都会写错希年的串法吗？另一个同希年有关的字眼桑树同样出现了曼德拉效应。几年前的主日曾经分享 Rabbi Jonathan Cahn 的著作 The Harbinger， 提到911事件应验了以赛亚书九章十节，神藉着911事件警告美国人要回转，但是他们却好像以赛亚书九章十节的经文，不单止不回转，甚至硬着颈项，他们不惧怕神亦不敬畏神，不但不怕神的审判，更会重建，即 We will rebuild。 当桑树砍下，他们却换上香柏树。以赛亚书九章十节，砖墙塌了，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，桑树砍了，我们却要换香柏树。桑树的英文是 Sycamore， 香港大角咀都有一条以桑树命名的街道 Sycamore Street，即是诗歌无街，所以对于这个字我们并不会感到陌生。
但当我们翻开全本圣经，却再一次发现圣经从未出现过 Sycamore 一字，奇怪吗？而家 Sycamore 这个字变成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 Isaiah chapter 9 verse 10， The bricks are fallen down, but we will build with hewn stones. The sycamores are cut down, but we will change them into cedars。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Sycamore 的 A 变成 O 变成 sycamore 呢？大家又有没有见过 sycamore 这个字呢？甚至剑桥字典亦冇收录呢个字。同样地，既然英皇钦定本是英文圣经的权威，又怎会有英文字是字典冇收录的呢？但现今的英皇钦定本已经将所有 sycamore 变成 sycamore。虽然我哋可以找到两个字其实是相通的时间自我修复现象，但是假如圣经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sycamore，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会记错以为是这个字呢？再者 The Harbinger 这本书在美国非常畅销，所以有大量的残余现象，当中亦提到以赛亚书九章十节所使用的桑树英文是 sycamore 而不是 sycamore， 甚至 Jonathan Carn 自己在书里面都是用 sycamore。 Jonathan Carn 是一位犹太拉比，又怎可能串错这类重要字眼的写法呢？又例如 CBN 士博恩谈及 The Harbinger 所引用的经文，维基网站资料等都是 sycamore。 因此英皇钦定本的字眼已经再次因曼德拉效应而改写了。